就是一只猪的样子，好可爱。Smiling 的破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miling， 今麦我伫我的家乡马来西亚。Hello， 我的边啊就是我上水的厝边。哎、欸，大家好 ，Angel。Yes， 今仔日要来创什么？买耳饼啊！再讲一次，耳饼啊！哦，福建人叫耳饼，因为 Angel 是福建人。后个礼拜是中秋节，今麦阮就要去买围饼咯。Let's go。为什么叫冰皮啊？解释一下。我要问 Angel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它有三种粉制造而成的冰皮呢。它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用经过烘焙，就是你做了过后放进冰箱就可以吃了。就像三 K 啦。哦，那、啊、你没吃过、哦？我很少吃。我以前就是惯习吃这种的广式月饼 ，Angel 被围饼好大家看。哎，水嘞，嫦娥奔月哦。哎呦，就是广式啦，莲藕来滴，就靠别的，有绿茶啦、红茶啦，哪一些？还有榴莲的哦。哦，对啊，我们要看榴莲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们不敢吃榴莲，我跟你讲榴莲，所以就不会飞。但是卖啥，就流行榴莲的味道。嗯，过来味道嘛是跟台湾人同款，是主要家己吃，嘛是有赏力，是这样讲吗？啊，赏力，赏力，赏力，好像有不同的层嘞。啊，两层啊，那是一饼啊呢。我除了月饼，还有茶包耶，我有茶包，我来耶，谢谢，来一五三。这个是冰皮啊，这是冰皮咯。嗯，福建人讲冰皮，台湾人讲冰冰冰皮，冰皮，嗯，有差嘞。你知影台湾人介意食圆圆的月饼。亲像那个球安尼。哇，安尼看我无看过。对啊，台湾人无爱食广式。少。安尼看啊。啊 ，OK 啦。就介意食冰皮啦，食冰皮啦。食冰皮，冰皮是板凳啦。板凳是什么意思？板凳是什么意思？番兰叶啊，马来西亚足流行诶。啊，对。这个不是也拍谁啊？啊。一整颗蛋黄在里面哦。是啊，它一整颗是单颗。叶料嘛是切色绿色安尼。嗯。莲蓉的鞋，嗯，吃，怎么样？这皮好不一样哦，好吃哦，冰冰冷冷这样，嗯，马来西亚人拢他介意吃传统，哎、欸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给你介绍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豆浆饼，鸡仔饼，猪仔饼，为什么长这样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是塑胶的？地龙怎么讲？猪龙，我们当地马来西亚是叫地龙，嗯，然后第一是豆浆饼，地龙，应该是狼，地狼。应该要用第二只哦，这个是广东来的。我买啥诶，中秋节诶，传统拢是对广东诶。所以你们只有中秋吃这个？系啊，我大家看耶，鸡仔饼诶，折条啊，四次。这是一只猪的样子，好可爱。我要吃了吗？你吃啊。它已经断头了。哎呀，断头了。吃猪头啦。松的。松的。因为上好囡仔食啦，广东诶传统诶，鸡仔饼。鸡龙饼很多名字了，还蛮好吃的啊！再给我回味一下，我忘记了。它有个特殊的味道，嗯，嫩诶，嗯，有一种特别的味。好吃，我吃第二个。啊，你喜欢鸡仔饼啊、哦？那你把这个鸡仔饼吃完，那吃完它，吃完它。哎，小孩子来吃，小孩子来吃。好啦，今天你先提到到这咯。后个礼拜才是中秋节，所以后个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